李小姐，到了。好的，明白。是池山吗？林小姐，池总找你。喂。彤彤，别进来，这是个局。这里。池山，喂。林小姐，今日董事会，林董事长生前规定，参加董事大会一律不得带保镖入内。周末，你留在这儿。林小姐，我不信他们敢跑，怎么样？如果有危险，你就按下。林小姐，带您去会场。对你是挺关心的。你们想干嘛？眼下你爸意外去世，这么大个集团，总不能让一个瞎子打理吧？我们几个叔叔商量了一下，勉为其难，替你打理。这个股份转让协议，我劝你尽早签了。免得毁了你爸一手创立的宏富。我要是不签呢？进了这个门，可就由不得你了。我看你们谁敢乱来！这可是宏富。放开我！彤彤，彤彤，就是。彤彤，我的股份全部给你们，就你那点股份还不够我塞牙缝的，让他闭嘴！有请啊，池山，放开我！池山，如果有危险，就按下。放手！放手！你走！放开！放开！
看你这么孝顺，我就替你烧给你爸。把它烧了。不要，不要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，爸。爸，等等，爸。你连你爸最后的尊严都守不住，你还能守住什么？不要，不要，爸，爸，不要，爸，行。林小姐，你醒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您回来以后就在发烧，烧还没退，这是医生开的药，快喝了吧。我不喝，你给我出去。你敢这么对我，你被解雇了。这你可说了不算，我受你父亲的委托，拿的是他的钱，你要解雇我得让他活过来跟我签解约合同。你胡说，我爸怎么可能雇你？你这个杀人凶手。出市面上三倍的价格给你，希望你替我好好保护彤彤。啊，这是5年的宽和合同。听见了吗？你不会连你父亲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吧？你再怎么狡辩也没有用，我是亲眼看见的。林小姐，你要如何才能相信我呢？
证明。啊！救命啊！别受伤，大嘴屋里有人啊！去看看。来人呐！大小姐，打扰了。